太少了吧？四个，到底一个姑娘家的能做了主？当然做得了主，而且许叔叔，姑娘家怎么了？你说这话是瞧不起我是吗？ 那行，我向来听说东北女孩子豪爽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天入乡随俗，我干了你随意，这杯怕是不入你眼。其实我陪一杯。 许叔叔，怎么样啊？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哦，家里底气，今天我领教到了。四个点就四个点，下午我去安排人送货。谢谢许叔叔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